林灿又减肥了，给他送过来学这个剑道。林灿那个朋友呀，从今天开始要让我儿子开始减肥了，真的，他这个体质不能这样胖下去。这个剑道一个月是14万韩币，每天都来学习一个小时的，离我家非常近，我家对面就是学习这个剑道的地方。今天是体验课，就是看一下我儿子对这个有没有兴趣。体验完了，然后还要根据他这边的时间。我老公告诉我，他说学习这个剑道的话，光是以后装备的话就要花很多的钱了，所以现在只是来体验一下，不过也要看这个时间能不能对得上跟我们。学习剑道的楼下就是学习跆拳道的地方，跟他预约好了明天来体验这个跆拳道。今天把我儿子送来那个学跆拳道，昨天那个剑道跟他们那个时间对不上，所以今天来体验那个跆拳道，让小胖子。你想叫什么？学跆拳道吗？想啊。刚刚好玩吗？看着妈妈说呀。嗯，我呢？我今天大力量是最漂亮的。哇。好吧。嗯。那你那个旁妈咪吧，你俩。不是，不是。旁妈咪的。你旁妈咪的。그타코치때그방망이에도맞으면안되고공에도맞으면안돼근데나잘피하고안맞았어요진짜세번했는데진짜안맞았어어재밌었어아는친구있어有认识的朋友吗응你的幼儿园里面不过来这边这边这边나다몰라너어린이집에다있잖아친구들다른반은다몰라아다른반이야走走走走走啊走。学完跆拳道回家以后，我看敏灿，我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去，他说他想去，然后我们就和那个跆拳道就是商量好了，就是这个星期星期四星期五让他先学习，真正的那个上课是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学习。很多朋友都私信给我说小胖子要减肥了，对的，小胖子要减肥了。어땠어오늘응어땠어跆拳道엄청좋았대응엄청좋았어这小脸红的你看这跆拳道累不累不累不累啊很棒我儿子现在开始学跆拳道你学给妈妈看一下跆拳道怎么今天怎么玩了오늘今天做什么了是방망이를하고커다피했다是吗好棒啊그래서한번에4개준거야당근은다한개인데爸爸拿什么东西进来了乌米娅冰激凌这是冰激凌吗乌米娅自行车来了吧你的自行车来了自行车这么用的吗今天来了来吧小心啊快不快啊乌米娅很快吧两天就来了对啊这个比那个我们在店里看的那个好看吧在干嘛开心吗现在我女儿她要我们帮她安一个那个四个轮子的那个辅助轮她也才敢骑因为她现在还不会自行车妈妈教你好不好哎我看一下我养的花这个栀子花都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这个是茉莉花好乱啊这里乱七八糟的轮子今天会到的欧米娅等一下到了就帮你安好不好几点到几点到几点到不知道估计今天下午会到吧应该你中国话作业做了吗赶紧做啊你在干嘛不就玩去那个轮子来了是吧我女儿的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辅助轮哇很漂亮很漂亮妈妈给你装啊
啊？妈妈行吗？妈妈行不行啊？妈妈也不知道。那妈妈给你试一下，那我来试一下，还是等爸爸回来装？妈妈装还是爸爸装？妈妈。现在装啊？你。爸爸。知道了。女儿不相信我的手艺啊。我刚刚试过了，好像弄不上去。对吧？明娜，这个好啦。嗯。怎么弄的？爸爸弄的吗？嗯。哦，爸爸好厉害啊。嗯，就是这个这样是对的吗？哦，爸爸好厉害，怎么弄的这个？嗯，我爸，这怎么弄的？我刚刚弄了半天。我刚刚问明娜，我说，明娜呀，这个不就帕基，你是要爸爸弄还是妈妈弄？他想了半天，他说，爸爸。是我啊。啊，看一下。你要油吗？哦，骑这边，往这边骑。嗯。到我这。我已经不喝。